先交给豆腐，然后下一位是 Peter， 请准备。好，大家好，我是豆腐，我是设计师豆腐。然后我今天要来提的坑是，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切豆腐。那什么是切豆腐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GDB 里面有一个专案叫做开放政治现金专案。那当时应该是 Ronnie 提的专案。那当时呢，就是Ronnie 把就是号召一群朋友把政治现金的开放资料从监察院就是以纸本的方式带出来以后呢，就是把它就是用 OCR 就是扫描成一份一份档案，然后再用人工的方式把它转变成数字化资料这样子。那他们当时就把这个一笔一笔的资料，就是这一块一块的资料叫做豆腐这样子。那我在思考就是说，如果这一块东西叫做豆腐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像这样子的设计资料，它就是一张 A4 纸上面有好几张就是便利贴，它直接可以是叫做豆腐呢？这样子，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有资料二维平面嘛，对不对？对。那今天主要想要提这个专案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在8月4号的时候，就是会在 CosCup 跟一个 Open Source Design Foundation 的设计师一起开一个工作坊，就是主要的主题是想要邀请设计师，在 GitHub 上面做贡献，这样子。那他的工作坊的名称是这样子。那这次合作的单位呢，他们叫做 Super Bloom。那 Super Bloom 是一个以非盈利为导向的一个设计师团队。那他们主要是想要就是改变科技生态系当中的权力结构，就是透过设计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有机会对于他们平常在使用的科技发表意见这样子。对，那他们主要是致力于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致力于用设计转移权力，然后来改变科技的服务对象这样子，而不是说就是话语权都掌握在就是会科技的人手上。这样子，我们期待就是用设计的力量来去帮助大家对科技应该要怎么样去被设计来去表达意见，这样子。那他们主要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好，一分钟，我快速讲完。就是在帮助开源设计，就是帮助开源软件设计这样子。对，那他们就是很习惯就是把他们的设计文件通通都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就很好奇就是他们是怎么在 GitHub 上，就是设计师是怎么在 GitHub 上面做贡献的。这样子，那我也有做一点尝试，就是想说，就是把一些专案，像是这个是 free map 这样子，他们我就把他们前面分区之后，把它丢到 GitHub 上面，然后让工程师可以知道说，就是哦，原来你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开发这样子，然后同时也有使用就是一个开源的设计软体叫做 Penpa 去进行写作这样子。那我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今天可以邀请大家，就是把就是各位的专案，就是把它整理成类似于这样子的赛麦，可以帮助就是设计师更好理解就是专案的全貌。这样子，那今天的重点呢，就是除了做豆腐之外，就是我有准备一些就是 A4 纸，还有很多工具包，大家等一下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这样子。里面有包含故事板，还有一些去做使用者研究的一些学习单这样子，就是帮助各位去进行开发这样子。对，好，那剩下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在简报上面找到，需要三种人：设计师、工程师，还有就是新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来一起玩设计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提案，大家可以在第三人简报上面找到我，谢谢大家，谢豆腐。